送给男友的七夕节礼物安排上啦！今儿个我们就来拼这个超酷的若克平行世界往日之都 DIY 拼装模型。它是模块化拼装，模块之间借力互锁，大概90分钟就能拼好，拼起来还挺解压的。话不多说，我直接展示。连接电源，触摸黄铜按钮，就进入了运动模式。放入弹珠，它就可以在这个平行空间里穿梭啦。再配合上这个光效，是不是更加炫酷了？满满的工业赛博风，仿佛穿越到了未来世界。它一共给了15颗弹珠，放进来就可以营造出繁忙的街景效果。每一处细节我都能看入迷，岔路层叠交错，仔细看你就能发现，前后两颗弹珠走的路线是不同的，但是最终还能前后到达终点，真的好神奇啊！再按一下按钮，就切换到了观赏模式，小球不再滚动，瞬间变成了一座霓虹都市，很适合做电竞桌面摆件，很适合送给喜欢玩游戏的男朋友哦。听说还可以无限扩展，期待接下来的新品。